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今天我跟二姐刚起床，然后先去吃个饭去。鸭头馄饨。二姐要的那个炒米粉还没上来，我们一会儿吃完饭要去米维可选品，你们知道吧，去年播过的，然后今年再返一次场，小百货、小家电啥都有。然后还带一个放这个小安全扣的，非常好的，这个多好，好的。今年有啥新品？这个洗内衣的，我感觉的话可以卖一下啊。这个是这洗内衣的。哦，对，这个洗内衣的，它是百分之九十九做的，嗯，然后就是清洁效果也很好，我自己也有在用。嗯，我可以选价格的话，很贵的。价格必须 OK。对，价格很 OK 的。嗯。然后还有一款这个新款的，它是两个杯子，这个比之前的话升级了，之前可能是一个点嘛，现在是两个，现在又多了一个。对，而且的话就是它的容量也加大了。去年那个德国鸡蛋挺好的。对。上一次洗液卖的好。然后。还有这个这个锅啊，虽然很贵，但是我感觉我本来还说怕卖不出去呢，然后199还好，好像还挺好卖的。对，这个锅卖的真的是很 OK 的，实验效果也好。看来还不是光看便宜，光看价格，还得看品质。品质好，贵也卖得好。你们这个锅挺好的。对，这个锅的话，就是咱们后面这个锅。就是我们家卖的这个煮锅，就是我妈平时在商场都买那种驴大宝的锅，对，要大几百块钱。像这种304钢材的嘛，就是更贵一些，而且它是个三层压钢复合钢底，就很厚实那种。就是跟我妈话来说，就是可以传宗接代的一口锅，可以传宗接代的一口锅，对，超级厚实，三层。哇，三层，对。你们家商品好多，他们家商品你看，整整那么多，我感觉得有几百个。重中雪油，这还只是咱们看到的一部分。嗯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可以在咱们在我们家都可以。好嘞，对，我感觉像夏天应季的这种电发，这小夹板可以。那小夹板，我就正愁着没有办法加刘海呢嘛。安排。今天我又来米维可选品了，然后这一个洗衣液，去年拍的超级多的。好多人都囤了八桶十桶的，今年继续，还有这个新品剃须刀，性价比超高。这个手持刮烫机也来选，懒人抹布适合你二姐。这个我必须买一个，这个是我必拍的这个大水杯。看一下这边，全部都是他们的证书。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商品，反正你们想要的都有啊，都超级便宜，这么多。今天来了这一个百货小商品哈，二姐都不给我录视频了，然后一进来自己都开始选凯了，都已经光顾着自己，要这要那。我想要这个，姐，这个能不能上？安排啊，可以上是不是？对，给我家小丸子弄一个。
家人们，所有的品都给你们选完了，今天娟子就做最宠粉的主播，然后的话明天早上9点锁定娟子直播间，咱们不见不散。直播间我娟子抽一位家人免费送这一口锅啊，价值199的免费送，一定要来呀、啊！还有咱们这条视频下方评论区点赞最多的一位家人免费送一个水杯，娟子自掏腰包给你们送啊。